日本搭的士真系舒服啊！我梗系知鬼啦。啊，唔知有一样嘢你知唔知喎？就系咧喺日本咧的士咧，嗰啲座位咧通常有块白布，所以咧你哋小心，唔好整污糟啊！尤其是啲小朋友啊，呢啲鞋啊，我踩污糟。同埋咧，如果咧你想将行李咧放上去嗰个座位上边咧，都要问个的士司机啊。啊，搞多啲你啲贴士啦。嗱，就系咩咧？ 同我哋香港搭的士唔同嘅，如果坐后座咧，嗰度门咧，记住唔好自己开，啊，等的士司机帮你开，闩都系唔使自己闩嘅，上咗车佢帮你闩，落咗车之后唔使闩嘅，佢帮你闩，仲有车尾箱都系等佢做，因为咧佢怕你整烂，同埋亦都冇礼貌啊，下次醒目啦。 坐个零钟车就去到大阪，喺关西机场附近有呢个地方全座嘢。我问下你哋去到机场附近通常做乜 ？shopping 呢啲out啦真系。嗱，我带你哋 shopping， 仲有得eating啊，食海鲜添，有冇钱？冇啊。冇啊，冇我请啦。我哋有2万yen，你攞去买嘢。1万yen咁少，点买啊？ 要攞翻嚟，照晒，我哋买。你中唔中意 shopping？ 唔中意 shopping， 留低同我一齐 firing， 行啦。你傻啊！一万一点买海鲜啊？系啊，呢度咁多种，有排式噶，你见唔见到啊？喂，一箱仲有冇得讲价？真系啊，试咩先？喺度，系啊，crack，one box，how much？谂紧。 1000吧，1000吧，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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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識親嘅。六隻唔好。OK， 記住啦。咦，好爽啊！喺度買嘢，點解咁抵啊？哇，好抵啊！幾錢啊？1000到。講價，講價。4000。需唔需要咁啊？係discount 2500。2000。喺度買完海鮮，可以去隔離嘅燒烤場度燒，要俾入場費嘅，每位1500 yen， 有肉餸包起爐，呢餐仲唔飽？哇！我哋買咗7000多 yen， 仲有2000多 yen 剩啊，好抵食啊，好犀利啊，同埋好甜啊，快啲去食嘢啦！即刻燒，即刻燒，即刻燒！哇！大哥食得未啊？食得啦，食啦！喂，我想問這個呢個大眼螺呢個幾多錢？800 yen 啫，我講咗價啦嘛。係喎，一隻啊？咁多隻啊？唔係啊嘛，係啊，10蚊一隻。我想問你用咩方法可以買得咁平咧？我哋頭先經過咧，個老細就話咧，哦，越靚咧就越平。我哋差唔多半價。哦，你兩個頭先遮住咗塊面係咪？係啊，佢哋話我哋 superstar。係啊。就係超可愛意，超可愛意咁樣。我記得啊，佢好似日本一個明星㗎。咩啊？佢一定要對嗰個導演會打嗰張相出嚟㗎。係啊，紅到我哋香港，香港嗰啲網友啊，個個都識佢㗎，紅到佢添啊，係咪啊？唔係啊，呢個樣可以整到咁，好明顯都有睇㗎係嘛？咩名話？唔記得咗啦，冇關係喎。
唔覺得啲所有魚檔啲男人係咪都對你好好啊？係咪所有魚檔嘅女人都掘住你啊？有少少啊，係咪啊？買西瓜嘅時候係壓計啲難度啊，係。係點解？因為買西瓜，因為個老婆喺正隔離。不過我先問一問先，頭先你哋係講咗價，如果唔講價其實都平嘅。係啊，同埋呢個地方我都幾中意嘅，除咗平之外咧，就海邊可以即刻燒。又近機場喎呢度。最開心係呢一度。哇！咁大隻嘅，我第一次食呢一個啊，食下先，都已經好食啊，好早淋咁喎，好淋啊，同埋唔知係咪因為對住個海食咧，食落去特別鮮甜嘅喎，唔係你對住你偶像啊嘛。係啊，睇咗咁多片，邊度見得真人咧？食落去特別唔同。係啊，我試鉛魔住，點解鉛魔字嘅聲音會？南美奴，南美奴，慢慢品嚐啦。好好肉啊！係啊，大家可能未食過鬼抓撈咧，啊，因為鬼抓撈裏邊咧有啖水嘅。如果平時咧鹽水煮咧，咁嗰啖水咧，哇，一流，好鮮味嘅。不過呢個燒咗都唔錯，都仲有陣鮮味喺度，因為平時喺香港食到嘅話咧，都係比較細只，呢個夠大隻，好味。叔叔啊，好地去京都參觀下神社咪好咯，唉，都要嚟大阪犬鳴山。又系喵，成日都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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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而家想喵你啊，唔知我啊，神明都喵你啊，你睇下佢。但系点解我哋要行咁远过嚟呢度咧？咁咪有原因啦，因为你望一望嗰个男仔，系你啊，啷啷，你睇个样就知道啦，好大杀气，我佢一定杀好多女，系咪？都系啊，有血气方刚，所以我谂住叫佢嚟修炼下。修炼爱情的心酸。死啊，仲神经添，开始。咁我哋点算啊？你休息一下先。哦。等我搞掂佢，准备除衫，等我帮你通一通淫毒异物。点解冇得睇嘅？偷偷地去睇。哦，好啊。犬鸣山七宝龙子最出名嘅系瀑布修行，神圣嘅瀑布就喺寺嘅后面，越接近就越 feel 到阵阵嘅寒意啊！朗朗。我唔怕喺度話俾你聽，其實咧喺呢一刻我有啲熬底嘅。你睇個瀑布又高又斜，啲石又嶙峋，我諗你依家仲要爬上去添。誒唔好講咁多啦。其實我最擔心點知係乜嘢？係因為日本人咧唔係咁輕易全身白色嘅。我知點解啊？今次過身嘅人需要著白色衫。係啊，不過你又唔使太擔心。我知道咧，其實佢要你著全身白原因係因為一間你會洗滌你嘅罪行。咁去到最後咧，你會重生嘅。咦？呢個唔驚，因為我冇罪行。我諗呢個就係你最大嘅罪行啦。好好修行啦嚇，上路啦。瀑布修行是意志的考验，因为淋瀑布真的很冷的。咪睇啊，朗朗啊，成身肌肉啊，这个神仔其实很怕冷的。嗱，尽量努力，不得的呢修行完咁啊都冇所谓的，知唔知道啊？唔好死顶，知唔知道？再问多你一次，你有冇啲咩缺点？人生就是一个缺点。哇，诶，时间真的很熬底。好啦。慢慢去修炼啊！加油！谂下自己过往嘅过错啊！好啦，加油！哇！而家咧你感觉唔到就因为咧，其实咧嗰个瀑布咧落嚟嘅时候咧，佢连埋一阵风咧咁吹埋嚟，好系好阴风阵阵嘅感觉。我哋着到咁样都觉得好凉好冻嘅时候，佢仲要湿身啊，所以应该系京冻啦。其实佢咧咁重咧，上面淋落嚟咧。都好大力下噶，所以都考慮你意志。上到去嘅時候咧，睇下可以堅持咗幾耐啊！而家喺背脊裏面咧，第一步啦。嗱，都佢飲都厭啊！佢做乜嘢咧？佢好快就做咩啊？乜佢識咁嘅好似啊？搶氣啊！想加氣啊！咁佢喺瀑布嗰陣時咧，就用 body language 同我講話，要喺手度咧寫啲嘢喎。其實佢就同我講日文嘅，但係我真係完全唔明佢叫我寫啲咩。結果我寫咗丁子朗。結果寫完之後，他就擁咗我過去了。我擔心佢，我真心。你擔心？跣親喎。佢需要俾人鐵鏈佢攞住咯，係啊，就俾佢拉住。你見唔見佢個樣潮曬？誠心啊，佢要佢誠心修練係佢。啊！真係好凍啊！佢連凍啊，佢側脈佢凍啊。佢身挺都挺唔直喎。而家咧，兩個法師咧就叫佢咧就堅持自己的意志，因為咧呢個修練最中意就係意志。行咗兩三秒到。真係唔得啊！同師傅講，俾我落翻嚟啦。
咁佢就俾咗落嚟。咁我覺得諗諗下又唔係好對路喎，冇理由放棄咗呢個體驗噶嘛。咁點都要完成佢，我就同自己講十秒，俾自己做十秒啫。十秒，做咩十秒？高啲啊！高啲啊！高啲啊！咩上身啊？高啲未啊？好緊啊！好緊啊！你望下後面嗰兩個法師，唔好望佢哋啊！哇，你望下先啦，你望下法師先啦，鐵鏈都唔要啊！佢攞個頭上去啊，直頭，哇！呢就叫修練啦！哇！咁啊有比較啦，咁我知咩叫犀利啦！唔好影佢哋啊！對師傅嚟講梗係冇乜嘢啦，因為佢哋冬天落雪嘅時候都喺度做修練，我呢啲就好凍啊！离开靠近关西空港的全座野，我们跟着就去了和歌山玩一转，这里和京都的感觉完全不同。香港人最喜欢吃吞拿鱼，我就是吞拿鱼控。至于和歌山吞拿鱼什么出名呢，就这个圣普鱼港，因为这个是全国吞拿鱼出产量最多的鱼港。还有一样东西，因为近太平洋，所以渔船拿鱼回来之后不需要做速冻的处理，可以立刻拍卖，立刻拿上去吃。为了这么新鲜的吞拿鱼，几远都要来。这个鱼市场很厉害，曾经出过一条很大条的吞拿，400多kg。四百几 kg， 差不多1000磅啊。够成3000个人吃的。哇，好数口啊。一条鱼够3000。果然是好妈咪，你计住晒一个人吃多少。四百几 kg 即等于多少个 man 啊？10个 man 哦。1000多磅鱼就够3000多人吃。你讲完10个 man， 那3000多人一起没胃口。现在没胃口了，有没有拍卖？哎，不想吃东西。拍卖是开放给游客参观的，上二楼就可以免费看了，但如果想落场近距离看呢，参加导赏团啦。黄旗啊，以前我钓过呢个黄旗喎，钓嗰啲系咁细条啦，当然系冇咁大条，尾嗰度咧黄色嘅咧就叫黄旗啦，呢一条咧就同我有啲關係啦。點解啊？你見唔見到佢身上面寫住744？744就係佢嘅重量啦。同呢個咁重？冇錯，佢重量就同我一樣。74.4公斤啊！嗱，呢一個咧就阿丁丁嘅重量啦，73.6，係啦，輕少少。而嗰個咧就係我嘅長度啦。壽命錯，長啲係嘛？呢一個咧我腳嘅長度啦。哦。呢條亦都係全場今日最重嘅一條喎，好大條啊！呢度有個 sticker 咧，代表嗰艘船嘅。係啊，精壽丸丸啊，即係嗰邊隻船名，咁嚟自邊隻船嘅，咁啊寫咗名喺度。喺船上面做好多功夫㗎，好似呢啲魚咁樣咧，佢即刻咧抽咗條神經，令佢即時死亡。哦。等佢少啲痛苦，同時間啲肉質又可以保持翻啊嘛。哦。咁然之後就攞走內臟啊，攞埋啲腮啊，咁啊先擺喺度，咁啊俾人睇睇完之後咧，佢哋就會做拍賣㗎啦。我全部都一個樣㗎。哇！由始至終我都覺得你同死魚好似。咁嘅樣，佢冇嘢似得過依嗰個啦。哇！嗱，呢度一啲吞拿魚同頭先啲唔同喎，頭先嗰啲黃鰭喎，呢啲咧側鰭好長嗰啲叫長鰭吞拿魚啊。我發現成個場嗰啲吞拿咧都係咁樣瞓噶。佢哋咧就唔係就咁望住噶，佢一條好長嘅線，咁好似條繩下面每一個好多個魚鈎，咁佢哋咪咬咗上嚟咧，咁咪吊住一條條，咁佢就直啦。都要尊敬佢哋，因為咧佢哋俾營養我哋，俾美味我哋，我哋為佢哋唱 Tuna 歌。Baby Tuna， 嘟嘟嘟嘟嘟 ，Baby Tuna， 嘟嘟嘟嘟嘟 ，Baby Tuna， 嘟嘟嘟嘟 ，Baby Tuna。係時候俾買家睇貨啦！個個咧攞住刀咧切一切個魚尾之後，佢哋就喺度夾一夾嗰啲魚肉啊，睇下究竟咧新唔新鮮啊，顏色如何啦，叫個撩上嚟望一望啊。嗱，而家佢斬一條魚尾出嚟睇喎，撳一撳咧睇下嗰啲肉質彈唔彈喎，同埋睇下嗰啲魚嘅魚肉啊，焦唔焦埋添啊？梗係啦，顏色好緊要噶，同埋脂肪分布好唔好啊嘛。好啦，拍賣正式開始 ，start！ 佢哋
家喺度揀緊啊，出緊價啦咁樣，全部都係攞住呢個牌，然之後咧揾暗標，係暗標寫低曬，都好靜啊成個過程。同埋佢哋都會控制個價格嘅喎。如果譬如佢知道今日呢位唔係好多人出價喎，個市唔係幾好喎，佢啲漁船咧就唔會運啲魚翻嚟住，等嗰啲量少啲，咁可以價格可以控制得好啲。呢個犀利嘅地方咧就近海，亦都近太平洋，咁所以啲魚又好新鮮，又可以即時翻到嚟。咁所以呢度附近揾間食吞拿魚嘅咧就實冇錯啦啊！好啦，啱啱咧喺個魚市場睇完魚拍賣啦，而家係食魚啦。平時咧成日都以為咧食吞拿魚淨係為咗食脂肪，其實食新鮮都好緊要噶。所以跟住呢個小店咧就前邊100米轉右就到噶啦。呢間小店仲有一個犀利嘅地方，就係想當年嗰條咧最大條成千磅嘅吞拿魚個魚頭就落咗喺佢哋手上邊啦。一齊睇下有幾新鮮。我哋大家介紹啦，冇雞茶。我喺佢喺咗個衰位先。哇！佢放多隻腳樹喺度。等一陣。哦。睇睇。係係。係。咦？好似鋸木咁樣，好似咧木工堂咁樣咧，所以好大力噶。OK。哦。Thank you。魚膠啊！哇！卡馬托羅，卡馬托羅，哦！呢個上邊咧應該係赤身嚟嘅。哇！哇！捋一捋佢。哦。係。好靚啊！幫手。哇！哇！哇！魚膠啊！啊，魚汁就係呢個。魚膠啊！林家華我叫做。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喺個脊骨上邊嘅，平時食唔到噶。佢而家搣俾我哋試下。俾細啊！哇！好彈喎！係啊，好彈嘅。唔係淨係食嗰啲脂肪咁簡單噶，口感會好好啲嘅。姐姐餵你。魚味香口膠，好彈。好，我哋冇嘅。我哋冇嘅。唔好講。結咗婚啊！你明唔明啊，師傅？係啊，好真心，即刻唔俾你。你見唔見到我都碎到成地都係？睇下知你人妻啦，試下先。啊，佢又唔係喎，真係好爽口喎。係啊，魚味濃好多。呢間鋪頭嘅老闆係本地人，自細同吞拿魚好 friend 噶啦。喺佢哋鋪頭啊，每個星期都有一次解體示範，睇完就開餐。哇！你好。呢度咧最出名咧個魚頭咧有七種蒸法嘅，呢一種咧就係其中一種啦，就係咧燒魚頭。呢一個咧就係汁煮魚頭。咁呢兩個係同一個魚頭嚟？點會咧？嗱，呢度兩隻眼，呢一隻第三隻眼，呢個北加索條魚咧就可能有。如果唔係好難，呢個同一個魚頭有三隻眼喎。魚頭嘅眼係唔係七種煮法嘅意思咧？唔係一個魚頭，七種煮法係可以咧七個魚頭七種煮法嘅意思㗎，係啦。你中意邊個係啊 ，Jenny？ 濕嗰隻眼。你又幾識食喎？係揀濕嗰隻眼，俾濕嗰隻眼佢。嗱呢一個咧用薑汁啦，加埋咧糖啦，加埋咧呢個醬油整嘅魚眼咧最好食嘅，就係咧魚眼後邊嗰一層嘢，入邊好多啲嘅。個抽嘢啊！係啊，個抽嘢。隻眼入邊係啊胡椒粒噃喎。係咩？真係人哋麻辣火鍋入邊。咦？你似乎好似成餐淨係食呢隻眼喎？你可以放棄佢㗎啦，其實。好食喎，但係。嗱一下嗱呢個嗱佢一抽出嚟，呢一抽啊好食㗎，係啊，啊夾俾自己。你識食喎真係，係啊！哇！我覺得佢哋一隻眼咁好肉啊！係啊係啊！你話呢個淋啊，但係呢個咧燒完出邊呢個好似薯片咁脆啊！啊，燒到脆皮，脆咗喎！嗯，除此之外咧，我哋每人自己都有一 set 嘅，咁啊包括有呢個醬汁嘅吞拿魚啦，呢個係赤身啦，呢一個炸嘅吞拿魚啦，咁啊加多個呢個鰭魚燒嚟食嘅。呢一個就一個 set 啦，千六斤啫喎，係啊，千六斤成個 set 就可以食到兩種魚，不過主力都係食下呢個啊嘛，吞拿魚，哇，呢個赤身晶瑩通透，睇個樣就知味未啦，你啊，哇，你做咩啊？隔離飯香㗎嘛，哦，嚟啊，我俾你食，買大啲啊，冇，試下啦，買嚟啦，我要扭扭胃，有得選擇嘅咩？喂，啊你個公然喺我面前搶我嚟喂！自己食翻自己，話俾你聽啊！唔好立亂喂我咩啊？只寵物啊！
我好期待呢一個。嗯，呢個我係上次食過。嗯，呢個食過。我俾你。呢個有齊曬誒中中。中破！我真係想中你啊！中！你個中女字幾多個中字？即係名副其實中女啊！中有赤身啊、中拖啊、同埋大拖三個齊曬嘅。咁啊，攬一次一嚿裏邊咧就齊曬㗎啦。呢個幾錢啊？4280。280啊！你喺香港淨係食到最尾呢一嚿嘅啫，一成個都280啊！哇！我哋又見面啦！好啦，咁我食埋呢嚿之後咧，所有嘅大拖羅咧就冇曬啦。啊，係喎，緊要。寵物餵你！喂，你做乜嘢啊？你又你自己食啊？哇！我嘅左邊係大拖羅，右邊係其實我又何嘗唔係呢邊呢個大拖羅，呢邊一個赤身嘅人生係咁樣㗎啦。日本人咧喺中秋節咧就會食咧月見團子，係一個和果子嚟嘅。中國人梗係食月餅啦，啊，仲有一個叫豬籠餅，有一個豬籠入邊咧放一隻豬形嘅餅。如果豬形嘅餅咧係攞嚟試爐温嘅，試完爐温之後仲可以攞嚟做贈品添。